先选择我们属于自己的专区。好，杨子选择了我们的显影方程。哎，怎么还跨区了，杨子？跨区聊天啊！好，三位最后都集结在我们这个还记忆专区了。好，与此同时呢，我们也有请三位打卡完以后来到我们的中心点位签名。是的，这一次呢是哎呦好期待，因为看了咱导演他的这个是长文，好感人，很想给他一个抱抱。而且大家都很好奇想，而且到底你变成怎么样的全新的形象。是我看电影就知道了，今天亮相仪式上也是为了保持你的形象。杨子先来吧，困先来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杨子。我其实现在特别的激动，感谢新浪，感谢微博可以给我这个荣誉。我觉得2023年是我成长还有被肯定跟自信的一年。所拍出的作品很开心大家能够喜欢，我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年我都可以拍出更好的作品，回报给所有喜欢我的观众朋友还有粉丝们，谢谢大家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谢谢杨子，谢谢。那么多人在见证着你的成长，未来我们还有太多的时间去感受你更多的魅力。接下来朱一龙。